友们，看出更好的电影。每个人都有一个电影梦想。日前，青年电影扶持基金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。作为青年导演的石磊在接受采访时，对此次活动的举办也赞不绝口。我自己作为一个青年导演来言，我觉得现在成立特别好，这给当下的电影年轻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，